清晨的槟城，甘露雨下，但浇不熄大家虔诚遇佛的道心。这甘露雨也在考验我们的一个毅力跟坚持，但是很感恩龙天护法，当我们遇佛正要开始的时候呢，雨停了。今年慈济53周年，也是马来西亚分会26周年。近2000位慈济志工齐聚在槟城静思堂，透过连线与花莲同步浴佛，以竹筒岁月为主题图形，让志工时刻忆起草创时期的克难精神。修行无用，修行的路行行行会跌倒，特别会晓家己爬起来。生生世世爱不求得上上上，所以咱人有 promise 有哈密拉交代，就上面不把它安做干净。重要，我们是以浴佛来致敬吉星，更重要的就是报佛恩，因为佛陀呢开启我们的法身慧命。因为今天也是母亲节，我希望我今天能利用妈妈给我的这个健康的身体来回馈给一切。透过浴佛，志工们心存清净无染的大爱，和净无争，具福缘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道。